大家好，听朋友的介绍，我从北方来到了广东梅州，听说这里赚钱挺多的，而且每天工作量也不大，主要是听闻这里的生活丰富多彩，特别是夜幕降临的时候，所以我准备在广东这片土地上扎根生活了。来这儿的第一件事就是先找个房子，我以为广东这里经济非常发达，房子肯定很贵。当我看到广告宣传栏的时候，这里的房价让我大吃一惊，100多平的房子才几十万，好一点的不过才5-60万，而且包含家具、家电、带装修。看到这里真的让我不敢相信，有的还带着储藏室，甚至是车位或者车库，在这生活真的太幸福了，而且生活也很方便。看来朋友真的没有骗我，暂时先把这些房子记录下来，等我回去后再挨着联系。听朋友介绍，这里有很多小胡同小街道，那里会有不一样的景色，今天大家就跟随我的镜头一块去欣赏欣赏吧。是不是正如朋友口中所说的如此美好？进入小胡同之前要经过一片集市，在这里买东西价格也不贵，主要是出行很方便，很适合中老年人或者年轻人。穿过集市就进入了小胡同，感觉这里破破烂烂的，并没有自己想象中的好。远处的美女看到我的到来，直接站起身准备迎接，还不断的回头示意。这里的人真的太友好热情了，把我这个北方汉子都搞不好意思了，毕竟咱俩又不熟，你这样主动跟我打招呼怪难为情的，毕竟我是刚来到这个地方，还要转转看看。没想到小胡同里藏龙卧虎，这里怎么有这么多美女啊？美女表现的热情又奔放，看到我还主动冲我笑，主动跟我打招呼。为什么每个美女都跟我点头示意？难道是这里特有的招待方式吗？这也坚定了我内心真实的想法，以后我要定居在这里，跟这些人成为友好的邻居，希望我能跟他们迅速打成一片，让原本就内向的自己释放出内心那些躁动的不安。这里的美女自由洒脱，她们勇敢表达出自己内心的所想所求，这让初来乍到的我受宠若惊，我也只能向她们点头示意，回应她们的友好表示。她们主动称呼我为帅哥，但我不知道她们为什么住在这样破旧的小胡同里。这里的小胡同错综复杂，柳暗花明，这里时不时的就会出现一位甚至多位美女，她们或站在门口，或坐在街头，好像在期待着我的到来。她们实在太热情了，当好几位美女投来期盼的眼神，这让我忍不住内心小鹿乱撞。北方汉子还有如此娇羞的时刻，说出来感觉挺丢人的，不知道在这里娶媳妇贵不贵，娶他们要花多少彩礼钱呢？如果能找个小胡同里的女人当媳妇才好呢，可能是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，感觉和我们那边的女孩子格格不入。大家是不是和我也有同样的想法呢？每次有人经过的时候都会忍不住多看他们两眼，他们好像不止对我表达热情，可能是只要有人路过，他们都会点头示意吧，主动和每位路过的男人帅哥打招呼。难不成这是特色吗？有知道的可以在评论区里告诉我，解答我活了30年的疑惑。朋友只告诉我这里的景色不错，没想到这里的人文更是令人惊叹。他们穿着光鲜亮丽，他们走起路来飒爽英姿，他们充满了信心和力量，好羡慕这些年轻活力的美女。这里的小胡同实在太多了，房屋的这质量各不相同，这些城中村可能存在很久了吧，这里汽车无法开进来，只能通过自行车或电动车以及步行。城中村的外面就是高楼林立，生活在这就是图一个便利。大家来过这些地方吗？在外面打工的时候，大家会不会在打工之余也来这里看一看，领略当地的风土人情吗？我听朋友说这里的夜生活丰富多彩，到了晚上可能会领略到不一样的风光，不知道朋友说的是不是真的，有来过的朋友可以在评论区里告诉我，等着夜幕降临的时候我再来看看，希望真如朋友介绍的那样美好。当然我也会出一期新的视频，带大家重新领略夜晚的活动。如果喜欢我的视频，大家别忘了点赞收藏分享加关注，下期肯定更精彩。今天逛累了，我先回去补补觉，等大家再次看到我，就是新一期夜晚的动态更新了。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拜拜了。